准备要增加五十亿。咱第一年教育经费，佮准备要增加五十亿，全面提升，不管是山，不管是海，不管是南，不管是北，不管是增加，咱的教育全面提升。第一年，咱马上就要增加五十亿的教育经费。所以教育也好，咱的砖头学校佮袂去予消失去。咱绝对不要废校，搁较细间的学校，嘛要办小班啦，予伊开始个恢复，予伊当愈来愈大间，学生愈来愈侪，绝对袂使甲学校关起来，你讲对唔对？这白当伫台南市，现在已经做着。白当的台南市学校无咧减班，但是囡仔咧因为少子化，所以学生啊。学生囡仔愈来愈少，啊，无要减班要安怎？提高老师甲学生的福利，每班的学生数要尽量甲减，唔通让这老师呢顾遐侪囡仔，唔通遐侪囡仔呢一个老师来教。所以呢，咱学生班级袂使减，老师袂使减，但是咱班级内底的学生的人数要减，让每个囡仔。会能得到较好、充分哦，下一个照顾。